到了。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1004岛新安国际元老围棋大赛，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决赛。那么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是王浩洋老师。哎，浩洋您好。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对，那么这项元老大赛呢已经是第三届了啊。前两届去年是第二届，然后再第一届是更早一些。中间因为它有一个停顿啊，有这么一个暂停。比赛呢也是由16名这个元老棋手来参赛的，经过这个单淘汰，今天下午是进入了决赛。那么进入决赛的两位棋手呢，分别是刘昌赫九段和王明婉九段。也是我们非常这个熟悉的两位棋手。对，都是前辈棋手。对，都是前辈棋手。实际上啊，好的，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看现场的画面。啊，这是前几轮，因为这个比赛16位棋手参赛嘛，我们中方呢是派出了3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于斌九段，于斌九段第一轮是战胜了曹勋玄九老师，对，很强。这个是这位曹大元九段。曹老是在就是在北京进行的。这是应该在中国棋。对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长浩九段。那么长浩九段和于斌九段是在成都。还是分了2个赛地。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原因呢，这个国际大赛呢依然是采用的线上对局。是。长浩九段也是今年这个比赛，我觉得他是第一次参加啊，因为前两届都是在50岁以上啊，是这样一个门槛啊。然后这一届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就是给每一队啊增加了一位45岁以上的棋手啊，所以长浩九段也就出场了啊，否则他这个年龄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对。那么韩国呢派出了是这个李昌浩九段、就是45岁以上组、日本好像是高尾深路、这样的一个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今天进入决赛的两位棋手就是刘昌赫九段和这个王明婉九段、王明婉现在其实是一直，王九段一直是代表这次代表中华台北队啊，中华台北，对，中国台北、但是呢他实际上一直是旅日棋手嘛，对啊，就实际上一直是在日本棋院在参加比赛的，是这次是代表中华台北，对，是、王明婉九段和刘昌赫九段很有缘。为什么呢？在上一届当中，第二届当中，他们两位就进入了决赛。哦，是这样的，确实，那就证明他俩就是在这个咱们前辈当中保持的状态很好。是，你想这个王明婉九段，因为现在一直他还在日本，没有休场，就一直还是在各大棋战中，在这个征战。对、成绩我看今年成绩好像是。有，我看看，下了10几局棋、赢了6局好像是。哦，那不错，很不错，是50的胜率。对。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王明婉九段。王明婉九段他的巅峰期大概是在2000年 ,2001,2002 那几年，当时拿了2届日本的本因坊和1届王座。这个是很强的，对吧，也是对达到过巅峰的一个。这绝对是巅峰了。那王明婉九段呢这次比赛也是发挥很神勇的。前两轮分别赢了李昌浩九段和我们长浩九段。哇塞，那确实是不非常。现在看到的是刘昌赫九段。这个我们就更熟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中国爱好者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棋手。那么这个当年的韩国四大天王之一、也是号称天下第一攻击手啊。确实。那么刘昌赫九段和他们这两位现在好像正在拆迁，正在拆迁因为比赛我们今天呢是跟他们完全同步，对，这个是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如果是让我说，王瑞老师，我觉得在比赛之前，16位棋手比赛之前，我比较看好刘昌赫老师能进决赛的。但另外一名决赛选手，我肯定猜不到是王明婉老师，因为我也对上一届没有任何的那个了解。对。好，现在拆迁结果已经出来了，说是刘昌赫九段是执白棋。开始，已经开始了。我们看一看啊，开始了。开始了，好的，我们就边看边聊。好的。对。那个
这个比赛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韩国主办方吧？韩国主办的，你看他这个1004岛新安，这是好像是他们新安，应该是李氏19段的故乡啊。那就是说，那应该是使用的这个韩国规则贴65半，应该是对韩国规则。第一届的时候还是线下嘛，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各国的元老是前往了那个岛上面，据说风景特别的优美。哇塞，这看到这部大飞挂，王老师有没有感觉回到了那个时候？20年前是吧？那个年代，那个。其实刘昌赫九段的巅峰期，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刘昌赫九段拿过6次世界冠军，他最后拿世界冠军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就是这个2000千禧年的2001、2002年的样子。就是感觉看前辈们他们下棋的话，就是。看的很多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化，哎，对，情怀哈，对，就感觉好多棋能回到当初的那个时候。其实，当这种棋还在出现的时候，应该也是我自己可能小的时候那种正在往上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所以看这样的棋很亲切，对，就感觉对，就很其实挺亲切的感觉，嗯，大飞挂已经很少很多年没有看到了。你看这个变化怎么样？这个变化好像原来有过，就是但是没有直接兼冲的，我记不住了，其实我也记不住了。真的太久远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是黑棋先走一个这个，然后当别人这个拦住你的时候，然后他不肯于自己跳一个让别人出来，不过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就不肯这样出来。然后呢，他希望就是兼冲一个，希望一个高效率的补棋，然后白棋爬，黑的走，然后白棋在出头之前先点一下，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好棋。但我记得当时这个棋黑的是贴的，当时你应该是记不住了，王老师是不是？看我一脸迷茫，我感觉对，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棋迷朋友们有没有印象，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觉得很熟悉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又回到了那个梦开始的时候。这个，就这个图是当时的，对对对对，当时的变化，我记得，记忆好像被唤醒了，就突然感觉最近好像就好多都是在唤醒我们那种以前的那种记忆，好像也有断的，然后黑棋打吃完了之后好像打住，也有这样走的，好像，就。两个图好像，然后黑的单跳一个，白的自己提掉，黑的再跳一个。啊，这样子黑棋呢，后势也是比较的，比较完整。就对，感觉白棋在这多吃一个，但是被黑的这个连上了，可能，所以白棋基本上是虎出来，对，然后白棋，然后黑的粘上，白的跳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下成这样的。不知道现在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用这个 AI 来看一下我们当初的这个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应该我看了刚才看了一眼 AI 第一选推荐也是粘上，黑的就粘上是吧？对啊，那就这个没有啊？啊，没有，太有意思了。这个棋当然就是白棋点一下再出来。这个次序还是很精妙的，对，他出头之前先把你这个点中了，要不然你要先尖的话，就比如说黑的可能脱先了，你将来再走，人家肯定不要了，这个子对这个子没关系，一定是不会再粘上的，对，所以先点了再尖出来，这也是调子，这其实还是有新的，就是说新的理解出现。在之前黑的是先拆边再尖冲的，对，现在等于今天这个王元老师是直接尖冲过来，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是还原了是吧，就是、但是又不太一样，但白的现在不见得会走这个，对，白棋现在如果说他现在拆过来，那么是就是相当于他是先拆 B 过来再尖冲还原，对对，但是现在他再拆的时候白棋呢选择是从这边来攻击，我们前面说这个刘昌赫九段也是第一攻击手、对，我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话题，就是如果说这比赛在16强的时候让我竞猜，说是谁会进决赛，我肯定一个人选，我会选刘昌赫老师。我就感觉他现在他的棋特别强，其实现在
现在也特别强。现在我觉得也特别强。你最近看过他的棋吗？我看过他的韩国的各种的元老和女子对抗赛，然后元老的比赛我都看过。哦，对，我就觉得他状态保持的真的好。对，因为像这个刘昌赫九段，他是66年出生的啊，在元老当中好像是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对对，56岁嘛，啊，嗯，就是他的状态真的保持的相当不错。对，那么今天他的对手王明晚九段呢是61年，比他虽然都是60后啊，但是现在这个年长5岁，啊，是不是从这个年龄的角度来说是年轻的，一般来说更有优势一点？应该感觉上是，但是也这个也很难讲。对，就王明晚老师这次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神勇，发挥相当神勇。半决赛刚才又是王明晚老师是赢了小林光一九段啊，嗯，也是这个都是当年日本如日中天的人物。小林老师赢我们于老那盘棋我看了，哦，我看了，我确实下得好，真的下得好。哎，是说于老那盘是被逆转的吗？没有没有，跟小林老师那盘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哦，就是基本上是一盘完败了。哦，是常浩九段那盘。常浩老师跟王明晚老师那盘是被逆转的，是被逆转的，嗯，对。对，其实我就在想，如果我到了前辈他们当时的这个年纪的话，嗯，会不会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对，其实还是要有比赛可能会好一点啊。你像日本棋手来说，他们因为一直还是在，虽然那个频率没有说咱们当年一线那么的频率那么高，但是他们至少一年还是有这么几十局的正式比赛，对，我觉得对保持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好像是相对来说，咱们中国的元老的比赛是不是相对来说少一点，比日韩来？正式比赛肯定是少，正式比赛少一点，对，好像是正式比赛，因为他们参赛的少。啊，参赛的少，对，日本的话，他们这个棋战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你所有的只要职业棋手都是有资格来参赛的啊，就这个面儿更广一些。其实我觉得韩国他们那个元老和女子的那个对抗，我觉得擂台赛，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那个比赛啊，对，我觉得那个比赛我听说是就是像是一个非常高人气的比赛啊，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很好看啊，对。因为那个比赛，他们因为现在很多比赛都是在韩国电视台，就像我们在这个天元围棋频道一样，啊，他们也是在韩国的一个围棋电视台进行，啊，也是在一个对局室，另外在直播。啊，说听说那个比赛收视率非常高，非常高。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都觉得挺好的，所以那棋迷朋友肯定会也对关注度很高，大家觉得这个棋，而且胜负也比较那个，对，比较激烈，难说，对，比较激烈，比较激烈啊，嗯，有的时候有一方就某一方就连胜啊，本来擂台赛就引人关注哈。对对，而且这个一方是这个元老，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棋手，一方又是这个女棋手哈，嗯，女孩子，所以这个确实是，嗯，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要是也有这样的比赛，给大家建议建议，对，也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好的，我们继续这个比赛呢，是每方30分钟啊，之后有30秒一步，3次好像是，啊，嗯，那总的来说相对比较快啊。刘老师直接就攻击过来了，嗯嗯，然后说实话看到这儿啊，就从我的理解来说，我觉得白棋还行，我感觉就是王明晚老师这个棋是不是成立，就是感觉黑棋稍微有点奇怪，就是从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嗯，因为本来棋能交换一下的话还好一些，我觉得，对，因为被点完之后这三个感觉很重，然后白棋相对来说现在这个棋肯定很大，但是这也都是以前的一个理解了，就感觉现在白棋能直接攻过来，嗯，感觉白棋还挺主动的，这个棋，对，就是三个子有点重，有点重，也不太舍不得弃掉啊，对，太这是舍不得弃掉，还是要出头，对，这舍不得弃掉，这要弃掉等于这样，嗯，这样白棋就围一块，这个对应该是不太能接受的，等于这三个如果这样死掉的话肯定是，但有点重，不太好出头，就是黑白棋把这里走完之后，他这种地方再回来都可以。当然就像这种逼住啊，好像现在就给我的感觉好像已经都不想下了，嗯，哦，就这种棋可能还不如挂角点33了，有更大的大场了，对，就是好像这种拆边现在确实是从现在的理解来说已经是比较少，而且如果这三个子要出头的话，看实战会伤这边，对，就是有点会被缠绕，对，现在实战是靠出来的，靠出来，那白的就搬了粘上，我觉得对，白棋处理的比较的简明，这个搬了粘上的感觉就可以，哎，嗯，这样总感觉黑棋有点怪，如果能连络上的话还可以，
联络上你得连得特别好，好像，就是你要是很形状很委屈的连上，感觉效率也不是。现在就黑棋想连就是这么贴，我觉得只能贴，贴白棋，比如粘上，粘上黑的，再拐啊，就像你这种尖不行，尖有点松是吧？就是对，像我那样，就是如果说你就简单的这样连，可能就是白棋，我可能就不走了。这个地方就是将来，你看我，比如说我就来个这个，就你连还是不连？就你要连，我一靠，其实还是没连上。你要是这种就不行了，就感觉这种就必须得拐过来。对，这个一定要绷住。绷住，对。这个棋形呢，确实是留下一点这个弱点。对，比如他其实他就简单靠一个，你也很难受。你只能搬，没法动劲儿。你只能搬，他可能再搬一下，再一连搬，你就很难受。这个地方就非常难受了，所以说就感觉得绷住。但这样绷住也可以一试呢，我觉得。绷住的话，他有可能就搬了。搬了连搬是不是？对，有可能。就满意了吗？对，王安老师这个棋状态保持的也非常好。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啊？好，实战。这样确实黑的也难受，黑的爪不能退，退这再被冲一下，只能虎白白的这一场啊，难受是吧？难受，不舒服。所以实战黑棋呢没有这么下，可能也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啊，这些原因，实战他是单拐没有做这两个交换，然后白棋压。白棋压的时候，黑棋这边好像不能再跟着走了。走两个，他给你扳住了。再跳。这样，像是这样。这样黑棋算是头是比较畅快了。对。但是这边实地是受损的。这边实地肯定受损。白棋上面飞一下。补出。这个棋。跳起来，其实第一感肯定还是这个走在三路，对，跳起来是不是想要对中间这个几个白子压力大一些？应该是，好像我记得不知道对不对，网友就是，王明晚老师好像是更偏向于力量的棋手，是不是？好像我记得没有，不知道不清楚，就是他好像他的棋更偏于就是力量啊，对这个。就是这个目数的话好像不是那么敏感，我记得有些的记我记前我印象中好像对这个王明晚老师就是对他的评价好像说他的棋特别的多变啊，就特别的灵活啊，就是像就是说好像当时说是就叫孙悟空，就是孙悟空有这种说法啊，就是七十二变嘛啊，确实。而且王明晚老师这个他现在因为虽然不在一线了，但是一直特别的活跃，就是他对围棋普及这块呢其实他是非常的尽心尽力，他最近是就这些年吧，他是推广一种叫做纯棋，我们中文是就是纯洁的纯，纯棋啊，纯棋什么意思呢？纯棋其实我理解啊，就是把棋盘变小，有七路盘或九路盘，就是一个特制的一个棋盘，上面有很简单的规则，就能让你基本上在十分钟之内就学会，就能入门啊。就用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围棋人，总是第一感总觉得围棋太深奥了，太难了。但他就想通过一个，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让你能够去学会下棋，让你提高你的兴趣啊，这样子来增加这个围棋的人口啊，好像听说还是不错的，还是、就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效果很不错，就用小棋盘来代替这个十九路，对，但是他那小棋盘也是有用心设计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小棋盘啊，就上面棋盘，然后下面就直接把规则，好像就三四条吧。就很就是非常简单的规则啊，就写在就刻在棋盘上，就刻在棋盘上，对啊，就是印刷吧，印刷在棋盘上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低门槛的，就是速成围棋哦，那也挺好，挺好的，对，所以他一直也在宣传他自己的这个纯棋啊，从事了很多这方面工作，包括他现在一直在围棋天地上有一个专栏连载，
就一直坚持在写这个关于围棋的文化呀，围棋方面的思考啊，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跟他竞技状态我觉得有关联。嗯，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就是离开围棋，没有没有，所以他能保持现在状态我觉得也是是是的。嗯，好、哦、哎呦，他们下得很快啊，两位老师下得很快、嗯，我们这个聊天过程中、这个、对已经又下了好几跳，这个的确是很大的一手棋，只要跳完以后就是下一手他就简单一挖啊、哦，马上就产生了挖，对，他跳完之后马上产生了他挖粘，那么就有断了，挖粘就有断了，你那我虎的话，对，你虎的话就顺势粘上，然后你这里现在就有断点，然后我这里现在冲完之后这个地方就是感觉我虽然断不了你，但是比如说我将来随便比如说我就煎一个，嗯，就可能我白棋通过这个挖粘一下子就把我这块棋就做活了，对，然后还让你等于损了这一下，这个头藏在这儿，嗯，对黑棋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就很有功力啊，感觉上，对，这步跳非常非常有功力。其实我刚才我就想跳了，就本来我走这个之前我就想跳，马上就跳，对，马上就跳，就是眼见的好点，嗯，因为如果你直接挖粘的话，黑棋可以扳住你黑棋。嗯，他可以暂时可以扛住你，然后你搬他就可以，他可以挡住，这样你吃个死就没关系了，嗯，就无所谓了。他有个跳之后，这个地方黑棋就得小心，黑棋就得小心了。但是飞的时候好像黑棋也没办法，黑棋脱先吗？确实，脱先的话，这边主要也不是特别好走，就是可能也得搬，就走的话可能也得搬，就白棋可能不下了，白棋可能会打入或者靠起来，这样的话黑棋也有点被动。嗯，其实下到这儿，我是觉得黑棋是有点被动。嗯，感觉这个古老的传说还是亏了。从我现在就是现代的棋的理解上来说，我觉得好像还是亏了。哦，嗯，就是胜率上怎么样的啊？就是胜率现在还早，现在还早，就是、没有亏吗？黑棋。稍微降了一点，啊，稍微降了一点，对，但是不是说很，不是说很亏那种，是吧？不是很亏。啊，拖，嗯，那这拖比较吃惊哈。这没关系吗？拖白棋，我们刚才说这个粘有点先手的味道，对。那么白棋先挖粘，对。那既然拖了，它总是要退过来，这总是要退的。那白的挖呢？这棋马上就挖是吧？对啊，能不能马上就挖？我那黑棋肯定是做好你要挖的准备，做好了。哦，他拖如果拖退回来，肯定是要想一想这个。如果说现在挖，他是不是这边可以考虑做活呀？就地做活。你要在里边活的话，肯定又伤及这边了。嗯，感觉我总还可以啊。哥，你也不能从这样出去吧？这太委屈了，这样不行吧？这个、嗯，那你不能这样出去，这个地方两个断点，你要是这样做活，我感觉白棋应该总还可以，这棋感觉这样做活，白棋总还可以，就感觉白棋我就算再吃了。也挺舒服的，这将来是啥？这棋，将来我要这，反正你这还是断的，嗯、等于这还是不活，等于这边也没活。其实，就这边将来白棋断一个，基本上是先手。对，基本上是先手，断基本上是先手。嗯，感觉这个这边始终是留着一个挖断的隐患。对对，实战呢，白棋现在没有马上挖断，他是先吃。啊，先吃这个。哎，我们就说这个刘昌赫老师，这个天下第一攻击柔和了，怎么？哎，对呀、啊，这个时候你看，有马上的这个要动手的时候，他不动手了，他先去这个迂回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说先挖粘的话，将来也是这个点非常大，对，也是很大。他选择先把这个边上这个子吃掉，先蓄力。可能刘昌赫老师也觉得，就我吃一个可能。王明老师也不肯补，你如果是补的话也是单关，补的话就是反正你也不知道，说实话也不知道往哪补这个棋形。你要补一个的话，其实这几个他就觉得你也不便宜嘛，就本来我跳你也能补一个、嗯、然后这几个就当是交换嘛，我也不亏、嗯、我感觉白棋应该总是满意的。
他觉得先续一下，对，嗯，先稳一手，先稳一手。但我觉得像袜粘应该总不亏这期。我如果吃了以后，将来我再袜粘，那就厉害了，对，是吧？也是也厉害了，对。但那样袜粘黑的肯定也是只能做火，对。那黑的有没有办法就是阻止这场袜粘？这个现在黑棋煎，好煎一个，嗯，煎的话，那还是就是王老师还是担心这个袜吗？他如果你挡住我虎回来了，对，就他是间接的来补袜。虽然虎俗一点，但是也比就是被袜断了好。但白棋这棋感觉得下来了呀，这棋不肯简单的挡住、啊。这下来的话怎么办呢？黑棋冲，冲吧，不能不冲吧，不能不冲啊，不能不冲，我就要冲。那我就给你来个硬气功，这你得尝吗？这不能被挡住。对。这个目标很明显啊！那我这马上就挖个这应该不用走，这个太硬了。这个万一真的黑的就这样回去呢？我这不用走这一下，应该嗯，这马上就挖断。对呀、啊，这挖断怎么办呀，黑棋？可以考虑弃子吗？弃子是不是太大了？弃子应该太大方了，太大方了，太大方了。看看实战，白棋还在考虑。那么白棋现在可能也是在做一个思想准备，对，做一个决断。嗯，也是在验算一下立下去之后的变化。这应该会立，这个如果说现在挡，除了挡的话就挡，我马上就已经搬过了，是吧？对，我就虎过了，马上搬过了。所以我飞一个，对，我回去了。这样的话，虽然说我也不是价值特别大，但是我总好过被你袜粘，我在里边做活、嗯。这样的话，我这个目数。还是可以，这白的应该这期刘老师应该总是会利用。嗯，你看他实战，他选择了一个中庸的下法，并在这儿，既没有挡，也没有这确实中庸。这个棋也行，其实也行。就我感觉，如果是二十年前，白棋可能就立下去了啊。对，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对。现在。还是相对柔和了一些，是吧？柔和了一些，但是也狠啊，但是也狠、啊。目的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嗯，就是现在 A B 见合嘛，他的意思还是说挡一个袜见合。但是如果说立下去再能挡住的话，那就更好。那肯定，那肯定，那肯定是。觉得也可以了，也可以了，也九十分也可以了、嗯，是吧？不要去。就这个子其实还是有它的价值，就虽然肯定这儿更舒服啊。嗯。但这也有它的价值，对，这面也留着冲动。等于现在你这一趟你不好连，啊，你要走这个，他啊，你有手筋啊？所以我这个哦，就是他这个也有，也不是说哦，他这个也不一定的就是柔和，啊、对，绵里藏针啊。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是立下来更狠一点，因为其实立的话也有这个下法，就是有可能有这个下法。就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子吃掉了也可以。也黑一下，嗯嗯，就是更狠，最狠的肯定还是立下来。这个当然就是，觉得刘老师觉得九十分也可以满意了，肯定。这个黑棋现在感觉黑棋有点，啊，黑棋脱先了，往好下的地方不下了，脱先。脱先这被挖怎么办？马上挖是吧？挖呀。为什么不挖呢？莫非气了这个棋黑的？真的气了？挖，这只能接上了。我这就我就最这样，我就算简单，我就跳一个。这黑的太惨了，白棋这个万事太可观了啊、嗯！这从黑的所有的都是单关，这太惨了。而且是将来这一代好像还是有一些不是很完整。不是我马上我就下来，马上就来，马上就打入了，对，不用等以后啊。对，没你得你现在补不，这太难受了，这棋太难受了。嗯，补的话就太委屈了，如果继续补的话。嗯嗯补的话，白的有点低，甚至他就一笑说：“给你、嗯、这一片过去，对，这个全是单关，这个子翘肯定是不能。主要可能还是这不好补黑棋，嗯，就是这补棋的话，可能只能虎一，
虎这个，可能只能虎一个。就这招其实还挺狠，其实挺狠，有一定道理。就只要不让黑的度过，其实就挺狠。好，那白棋黑棋干脆就脱先，脱先这边也不冲，这边也不补。因为其实如果冲的话，黑的白棋还是这一手。过来以后其实他就厚了，这个冲的话价值也就没那么大了，主要是。现在等于是把选择权交给了白棋。啊，对。看你怎么出招。对。是吧？对。这应该就挖吧，我觉得。挖断是吧？对。挖也可以没。对。或者是靠出来。靠出来的话就是整体攻击。嗯、对，整体攻击。嗯。也有可能。对，那白棋现在也是要两个选择，一个是刚才我们把这个变化图挖断，对，这样的话让黑棋连回去、嗯，就比较委屈的连回去。是，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靠出来，靠出来整体攻击黑的这块、嗯、也有可能。两条路，怎么选？我觉得白的都还可以，感觉怎么选都还可以。这个就是个人的喜好了啊。对，浩洋，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我肯定挖了，马上挖啊。对，这个比较简明。对，要我肯定就挖了。靠出来的话，靠出来也行。靠出来找黑的这个形状，好像还是只能走这儿。这虎出来这个点了，确实被冲死了。这棋，对，这好像也只能走这儿，也只能走这个，只能走这儿。这样白棋长一个，嗯，跳过。这样就看不清，就这样的话自己也有断点，其实，嗯。对吧，你又不可能自己连回来，嗯，连回来感觉挺无聊的。这样进攻的话，如果说最后攻击落空，那也对，对，也要付出代价。对、嗯、所以可能我觉得让黑的这样连单关连已经比较简明的下法吧，我觉得。对。因为如果从这里出来，黑棋如果最终处理好的话，那么白棋这一点也没活、啊。对，也没活。是。嗯。嗯。哎，但是你看实战。不愧是第一攻击手啊，还是选择了整体攻击。嗯嗯，这个风格不同，对，风格不同。其实包括刚才这种病，说不定他认为其实这是比最狠的下法。对，嗯，对。这样黑的现在应该只能走这里这棋，我觉得这里只要你动不了了，你动真的一会儿被挖死了，再搬也没必要，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只能虎一个棋、嗯，主要这形状实在就你不实在不想走这儿，但是没办法，因为白的这里有子，这里被冲断了，嗯，应该是只能这样下，这样的话至少还瞄着白棋的这个断点，瞄着白棋的这个断点、嗯，然后把这块棋得救出来，救出来至少感觉白棋这里还没虎，这样的还是保留很多变数，对，这。黑马还是有风险的啊，攻击有风险，攻击有风险，攻击有风险，嗯，啊，实战就是走这里，嗯，果然啊，这样的话就不是我的控制范围了，我觉得，因为这地方下应该下不去，就尝一下，大概应该就尝一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 AI 时代啊，就是 AI 其实不是很愿意攻击的啊，对，是吧？他们好像认为攻就在 AI 的这个范畴里面，攻击其实特别难。对，他认为做活很简单啊。对，因为以他的算力来说、啊，真的是做活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啊。想要在攻击当中获利，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就该攻的时候他都会脱先啊，是吧？对 对, 对，他就哪怕去占个大场什么的。啊，就很少去主动攻击。如果他一旦要发起攻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对方就可能已经很危险了啊。对啊，黑棋现在白棋退回去啊，如此的柔和，冷静吗？这个退不冷静吗？这个那我白棋我尖一个黑的走什么这个棋？你尖的话，黑棋气了，好像也不能走这儿。你走这儿不是我还是给你冲死了吗？嗯，那也是走。你也是走这儿，那我现在走这个吗？嗯，我走快点不好吗？我这棋，哎，你说现在这个棋是飞好还是压好？我感觉飞好吧，或者我先苟你一下也行。你要团我就再顺势压出来。对，嗯，你要团这个我肯定不压这个。为什么我要压这个？我这都是连着的，我
我又不怕你冲断我。也是。啊、嗯。这个为什么这还怕自己被断了这个琴？不能怕吧这琴。这不能怕自己这里被断了。嗯。这我能从这连回去，就比如说你走这个，我白棋我就点一点你嘛。对。如果这边白棋保持联络的话，那么就是其实不是断点。对呀、啊、嗯。这样效率更高。嗯嗯。这个好像白棋、嗯、这个视觉上看起来这个速度就慢了一点。缓了一点。嗯。嗯好，再见。慢了一点。这个棋。这个棋形也是小尖，尖还可以。就这个它是先手，你不能往前跳，你不能对你跳的话，刚才我们说这个，对，它这个猴是先手，一弯，这里有几段，对。所以如果这里看作白棋有子的话，那么如果看作是有这样交换的话，是吧？对，就是大概黑棋的这个棋形就是这一代。就像刚才就我说，就为什么我比如说我先小尖，你走这个，我先吼你，就是我现在吼你，我让你做个选择。你是这个还是这个？你可以活在这儿，其实。嗯。但这样的话，我这个是先手，我更不会压了。我压这个就不可能了，已经就完全不可能了。就是你现在主要是把黑棋一小尖，你现在你这个猴你猴不了了，你要猴把这个子冲死了。嗯。这样我这个效率太高了。就差了半只眼。啊，对。但是白棋那我又不能先双一下，这一下交换也没少亏。嗯。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刘老师还是稍有疑问。嗯嗯，好，现在白棋回过手了，把这个挡住、嗯、那这段交换，这个像王瑞老师说的，孙悟空王明文老师好像明显这个七十二变这个脱仙的七十二变成功了呀。嗯，走不好的地方不走，你看这句这个是经典名言，是吧？确实，很多时候都用得上。白棋我骂粘就真的不好了呀，我觉得就是，主要是白的要是骂粘的话，所以就说攻击真的是很难，攻击很难。嗯，就有时候就是见好就收，是吧？啊，对对。看到有一些便宜先就可以了，可以满意了。嗯，这样的话，本来我觉得白的骂粘，黑的这个棋应该胜率可能很难很难。嗯，这样的话。又回到了我觉得同一起跑线了，这棋这个时候又漫长起来了。漫长好呀、嗯、我觉得刚才主要下一下黑棋有可能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是跟棋局同步啊，我们看、哦、看画面上，你看刘昌赫老师这个表情好有点对后悔的感觉、啊、有点后悔的感觉、嗯、觉得自己这一代处理的可能不是太理想、嗯、不是不理想，是很不理想。 嗯， 嗯，但是胜率还好，胜率就现在还是白棋好。我觉得就是感觉已经就到同一起跑线了，我感觉就是又回了，就是好的没有那么多了感觉。嗯，就本来我觉得还要还是白棋稍好一点，还是白棋胜率上看白棋稍好一点。但是我觉得黑的白的刚才要袜粘完过去，黑的可能就接龙了，本来可以更好，对，可能就接龙了。嗯嗯，他可能觉得白棋觉得这里，哎呀，自己的进攻呢没有那么理想啊，没有那么理想。刚才就像浩洋说的，直接袜粘、嗯、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满意了，完全可以满意了。当时他可能有点犹豫。直接画粘的收益，他肯定是也是要计算的。嗯，那个变化图考虑之后，他觉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现在黑棋该怎么下？黑棋是不是就稳一手算了？黑棋现在是实战是走这儿。啊，华丽，华丽，华丽，确实。这两位棋手的风格好像都可以称为华丽。华丽啊，都蛮华丽的。这个。就是他不肯自己跳一个这棋，还是想先，比如说白棋你走一个，那他再回来，还是想要追求一下，对，还是想追求一下、嗯、但是白棋肯不肯让你追求一下，这个地方白棋有没有动你的，这个确实我要打入黑的可能就靠一个就弃子了，白棋有可能就我如果搬你就断了下面、嗯哦、我以为你要从下面过呢。我下面过白棋肯定就这个应该是就是黑棋准备弃子了，我感觉就
白的尖一个局部，应该黑的应该死了。嗯，黑的就这样走一个。嗯，转身了。转身了。嗯、这转身也不错呀。就是黑棋转身也不错，我觉得。孙悟空嘛，灵活呀。对吧？是不是这种感觉？嗯，就是白棋有可能打入不见得便宜，有可能转身了黑棋。这样一下把这个包袱就甩掉了。对。嗯。这棋。这棋刘老师确实他要后悔，要后悔一下这个棋。主要这个地方差很多，其实如果能hold到一下的话，不管黑的是这个还是这个、嗯、其实这个棋能hold到一下，黑的这里其实挺危险的。就这块棋。这块棋等于冲一个，这底下白黑的应该小尖应该有只眼，我看好像应该有只眼。就是能做一只后手眼，那么就基本上冲一个等于现在黑的，如果我能吼到一下黑的是一只眼，嗯，但一只眼的话，就比如说白棋打入完了搬，然后这一期我可能就不吃底下了，我有可能就要给你练这个了，给你练肌肉了，有可能这样还是又回去攻击了，对，我就回到攻击的老路上，不是，我就可能不是攻击，我就是啊。杀棋了，直接就但现在这没hold到一下，没hold到一下，等于黑的现在一冲，你得破眼，嗯，那就不可能杀了这个棋，对，这差好多，这攻击的时候差半个眼位都差很多啊、对，这如果能hold到一下，好像黑的是挺危险的这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主要白的这里有点厚，对，但现在不行啊，但现在你吃不掉，这全送了。本来白棋打入黑的是扛不住了，我感觉、嗯、就如果能吼到一下的话，但现在不行，现在等于只能吃底下的话，不是白棋想要的一个结果。那现在这棋白的怎么下呢？又没有。嗯，现在白棋在长考，得考一下。嗯，这里面想了几分钟了，每方三十分钟的用时。这里白棋应该花了一些时间，第二节当中是刘昌和老师夺冠了，当那盘棋是半目战胜了，王明晚九。我觉得这棋又要很细了，又会很细，嗯，我觉得又会很细，好胜负啊！嗯，你看他们两位连续两届打入这个元老赛的决赛，就确实他们状态保持的，对，其实也不是偶然，不是偶然，嗯，还是有实力的，嗯。其实我本来以为常浩老师挺是应该是有对那盘可惜了嘛，被逆转、嗯、就本来我的感觉可能刘昌和老师跟常浩老师可能会进入最后决赛、嗯、但是王明光老师很强啊，你想连赢两位七零后棋手啊，确实，而且是这么强的两位七零后、嗯、确实，对吧，确实很强，就这种地方他这种地方其实处理的还是很清楚的，嗯，就这种地方，当然如果白棋确实可能机会也蛮好，布局可能不是王明晚老师的强项，我发现是吗？对，因为前面这个布局好像有点不好，但你就一盘棋通过一盘棋来也不能不好下这个结论吧，哦，确实也不好下，就从这盘棋来说吧，对，嗯，现在就这几手下完好像突然就把形势一下子又拉回到了这个，现在白棋该走什么呢？嗯，白的我不知道该走什么了，这棋。白棋在考虑当中，哎，这个时间其实也很关键，哇，已经更华丽。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棋，意图是什么呢？你猜，猜一下，猜一下我这步棋意图是什么？也是问应手吧，看你怎么走。对，我是这个跟你的下法，然后怎么走？对，下不还是准备靠过来？对，我准备靠。嗯嗯，就我看你怎么走。如果我这走作了，我打入进来不就行了吗？对，你要是往里边走，我再靠过来。比如说我如果说长我就可能靠了。嗯，你搬我就长了，哎，你长我就双住。嗯，这俩。交换还是明显还是便宜，不，其实我醉翁之意还是在上面这个地方，就是我想这走多了还是想弄你这上面这个地方，对对对，虽然这里当时少交换一个、啊、但我将来可以走这儿，黑棋其实整体还是不火的，对，将来我可以攻击在这儿，嗯，就虽然你这三个你可能不要了，这棋就是现在你贴可能是后手，这三个大概二十目棋，嗯，对，
但是你可能贴不到，有可能贴不到。但是将来，就反正我贴你，如果跑吧，你冲了，我也是能接受的。嗯、就想把旗下在这儿，我不想帮，我不想帮黑棋把这儿下后，这个地方我让帮他下后，我实在是太不肯了。如果说我刚才长是靠、嗯，我如果是往这边长呢？你往这边长的话，我也可能就尖一个。其实，我也可能就尖一个。嗯，你是斜是一？其实对你走这个，就其实我还是要下中间的，我觉得。因为白棋这里确实不太好下，不太好下，主要是不太肯自己走。但这个棋，我觉得只是就只是在刘老师肯定是不会这么下的，我觉得。我猜测应该是不会的，还在考虑。但是他肯定在考虑，这棋应该是不太肯。嗯、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肯定不太肯，直接靠出来也不肯。对，肯定也不肯。然后直接攻这边也不好攻。现在对棋局来说，现在是一个节点，嗯、一个局面的一个。需要做一些选择了，是吧、嗯？可能不同的选择会导向不同的一个局面。柯白西要好好构思一下。靠一个是我第一感，不是第一个，就是反正感觉。王明完老师其实是年长五岁的，对吧？年长五岁、嗯，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棋还蛮熟的，你没有觉得？熟。嗯嗯。还是挺熟悉的，因为毕竟是现在还在一线准一线在作战，对对、嗯，尤其是也是跟就是日本的所有的棋手嘛，就他们所有的这个现役棋手，对、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下元老赛啊，就和哪怕和年轻人也是在一起下的，对对对，这个时候这个强度还是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啊，确实，嗯嗯，像刘昌赫老师应该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官职在身里？刘昌赫老师其实前些年他是韩国棋院的事务总长，总长对对，就是。担任过一段时间这个因为韩国圈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它是有总裁啊、哦、然后下来就是棋院的事务总长啊、哦、总裁一般是由一些社会名流、哦、或者是企业家、哦、这样来担任、哦、就是他们会带来很多资源、哦、来赞助啊什么的、嗯、然后事务总长基本上是一个总理吧，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角、哦、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嗯、嗯是，但是他前两年是递交了辞职信啊、哦、就是辞去了这个职务啊、哦因为一些事情啊！但是辞去之后，他是不是还保留着一些，比如说常务理事这样的职务？对，我感觉应该还是会应该有的。嗯，对，毕竟他，而且他的影响力也在。而且曹薰祥老师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曹薰祥老师是前两年不是国会议员嘛？啊，国会议员之后，这个任期到了啊，然后他就当时任期到了，他就说他自己长松了一口气、啊，终于可以回围棋界，终于可以下棋了啊！因为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好像是不能来参加比赛。啊、哦，不能对，不能参加比赛，可能有一些邀请赛 啊，不是正式比赛可以下啊，所以他就特别怀念，想要回来比赛啊、还是棋手嘛，嗯，还是认为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舞台是在棋盘上，对，嗯，但确实好像明显感觉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其实，对他当时，曹薰祥老师在国会议员期间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就，大的成就是推动了叫围棋振兴法、啊，就在韩国国会通过的、啊、这样的一个。法力吧，嗯，哦、对他们韩国围棋应该是有很多好处。嗯，嗯看刘老师还在，已经开始要吃手，已经开始有点后悔了、哎。看看啊，现在他是靠压了，还是靠压了？嗯，想靠你刚才你这不靠可能过于华丽了，过于华丽。他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下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平实的棋，平和的棋啊，对。对这个也大致是一个本手，是吧？就是肯定是他很不想下这步棋，但是他实在是可能没有想到更好的地方了，嗯、所以就下一个，肯定是非常不想下这步棋的、嗯。现在黑的是长进去，应该要长进去，这应该长进去。这样看这一下应该还是便宜的，这如果能交换一下还是便宜，这一下这样我就很顺理成章的双注了，对，找到调子了，对，这两下还是明显让黑棋变得更重了一些，现在你虽然挡住嗯嗯，虽然说现在刚才我说虽然说白的现在可能可以挡住不双着、嗯、但是挡住的话，因为说实话将来其实黑的这里走一个也是挺有价值的一步棋，因为他走完这个地方，你的断点就
浮现出来了，然后你可能再要飞一个，可能要补一个，这样的话黑棋把这走后了，你这个地方基本上不能再威胁我了。对，这边多一个子其实已经间接支援了对中府的黑棋。对，就是这棋，这个棋因为很有价值，白的其实你最简单的就这样也很有价值。对，很厚。对，黑的应该是这一步，不知道这步能不能，这应该是一个感觉是本手吧，本手是吧。但是王明老师孙悟空啊，你这个他多变啊，多变，对，会不会有妙手，会不会有妙手不要下出俗手就好。这期主要是你往下走威胁他没有意义，他这期他就给你来过来，你这冲断他也是活的。对，所以这步棋感觉就那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步棋这样的话黑棋明显便宜了。等于这样跳一个，你靠走长，我长你挡住，这还原一下明显还是黑棋便宜了。哎，走了吗？这是我们的棋盘吧？对，是，这是我们的棋盘，挡住。现在黑棋还没有走，这个还没有，现在黑棋在考虑当中，黑棋在考虑。现在的看神态，刘昌赫九段是这会儿比较轻松一点啊，有点就是从他脸上，我不知道是真的是我看到的是表情，还是从棋盘上的内容，就看到了不肯，我觉得是吗？你有没有觉得看到了不肯的感觉啊？这样能看出不肯吗？对对，没有看不出是吧？还好吧，还好。毕竟这棋啊，其实胜负啊，说实在还是在中后盘啊，对对吧？对，胜负的关键还是在中后啊。现在啊，黑棋拆过来，继续捞实地。对，继续捞实地。那这不怕吗？不怕白棋加？白棋加，他只能冲出来啊，不怕白棋搬是吧？搬的话，反正他觉得我再脱险，再脱险啊、就是你走完之后我再脱险，就反正我就彻底的就是先捞一洗了，一洗了之，你就先捞再洗，嗯，先把实地捞掉，嗯。一洗了之，白棋现在是不是冷静的？冷静的贴一手。嗯，其实这个冲真的挺大的，现在没事自己冲一感觉也行。这么冷静啊？本人逆收两步棋，逆收一只眼还加一个猴，我一冲我已经活了，基本上厚了，就我已经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嗯，这棋很白，有一手棋的价值是吧？对，那个冲一下。嗯嗯，不过我觉得白棋肯定要在这里要动动脑筋了，你既然黑棋敢脱先，脱先，你拿它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啊，是不是也只也大致就是对搬了顶打掉，对对对，把这个交换要不要走掉？不，你打后手，我不理你。哦，打的时候你都不理我，我都不理你啊，我不可能被你先手打住，打住我才冲，我感觉黑的你走这我给你冲了。确实啊，这里就算提一手。没有棋，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棋，对，你棋你因为你断，说实话他就吃这个，你这个劫也无所谓，对吧？你要断这个我吃了，这里面你上杀棋你也没杀不过我，就首先我咱们不说有这个劫了、就是底下你好像也不见得杀得过我，你是杀棋也不够，跳，你杀棋也不够，跳打勺，跳它不是紧急，不是两班长，不是两班。你就挡住嘛，他这个你不行，这个劫就这边连环劫，这边还有个劫，对，就没有什么棋，没有什么大棋。这样的话呢，这我觉得白的不能走这儿。你要走这个黑的真的，我真冲这个，不是假冲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不冲的情况是什么？我一贴，对吧？那我这个是先手吧，对吧？你走在这儿可能稍微好点。就是我一贴，现在你这个就是说，你现在你不冲，你外边走一个，你随便走一个，你有可能有冲这个好吗？就这，
还欠个死的这个地方。对，嗯，你一冲基本上活了，这底下有半只眼，这上面这个虎就基本上活了。白棋未必肯落后手，这里未必肯落后手，未必肯落后手。这个比赛也其实赛程也挺紧凑的，昨天下他一天下两盘。昨天等于是第一、第二轮，今天上午半决赛，今天下午决赛，所以对两位棋手其实体力也是个考验啊。的确，等于要连续四局啊，嗯，是吧？啊，两天时间内要连下四盘棋，而且这个强度也挺高的啊，是吧？还是挺激烈的，对，挺激烈的。嗯，其实看到他们对决还是挺开心的，就是。主要还是看这种以前的这种历史，对，这种文化，对、嗯。就元老赛其实就是关注度其实还挺高的，因为至少看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嘛， 对吧？对，就比如现在很多新锐比赛，其实看名字大家不是很熟悉，对，对吧？对，就你比如说真的你看到聂老，比如说如果对到小林老师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好仿佛回到了爷青回，对对对，就感觉就感觉像那个最近什么那种罗大佑开演唱会那种感觉，对，其实崔健 啊对演唱会，对，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青春了，嗯、对，嗯。其实这今天的两位棋手，决赛棋手，他们我们就前面说也是就是在这个千禧年前后，就是他们的一个巅峰时期，嗯、正好都是他们的巅峰时期。嗯嗯，那个时候刚定上段，是吗？嗯，2001年，2001年、啊、哦，那时候正是一位世界冠军，一位是本因坊，你看看都是很厉害的。那时候我记得还有王立成老师，对，当时我最喜欢的其实我王立成老师当时啊，王立成老师这一届也参加了啊，参加了吗？参加了啊，二王都参加了。啊，哎，是输给了，好像是输给了刘昌赫九段吧？啊，嗯，震了一个白棋，啊，震了一个，嗯，黑棋跳，黑棋跳，这黑的跳我就不如冲了，其实。这个这带两位这串下的比较快啊，对，这还粘上了，粘上了，不对，这粘上了非常不对。你应该你为是脱线，这必须脱线，脱线走哪儿呢？脱线补棋啊，补一个，补一个，补一个，这题有什么用呢？这粘上粘是不是还是瞄着这里有什么冲突？不是，你粘我就跟着你硬一个，你不是这基本上单关吗？这个棋就从目数来说，这个你看实战是粘，然后白棋飞过来啊，就这两个交换目数来说，白棋便宜了。白棋这步棋本来就巨大，就很大，就你粘不粘我这步棋也很大。嗯，那我本来就要下这个，你这粘上干嘛呀？随手了，随手了，应该是随手了。嗯，好，现在白棋飞。哦，这白棋这样的话又开心了。嗯，有这个。这个棋，啊，这粘随手了，这个粘，惯性了。惯性。嗯，确实是其地感还是想要粘的。是吗？这个我也觉得挺想粘，白也就巨厚被黑，白棋巨厚。巨厚，他现在他也没有。但是厚好像没用是吧？现在。对。这就逆收已有三分之二目棋。嗯。这样感觉。黑棋又要被动了，这个棋，这样要被动的黑棋，脱先了，继续脱先，但是这样的话，主要是黑棋抢了半天啊，其实也没抢到啥，嗯，主要是没抢到啥特别多的东西，嗯，脱先了。脱先了，现在局面好像还是比较一个平衡的状态。平衡吗？形势啊，差不多。白棋胜率64%。啊、哦，那就是基本上回到对吧？起跑线了，差不多是一个起跑线。嗯。
大家稍好一点点。哎呀，这一点真的忽略不计。64那肯定是基本上是继续走。那咱们那就连呗，黑棋。肯定得联络了。看起来感觉就是要进入官子阶段了，对是吧？刚才咱们说了嘛，这盘肯定又是细棋，又是细棋。对，说不好再还打个加时赛，那、这个。现在黑的是四，四一下。白棋这一串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厚吧，挺厚的。他这是先手，嗯，这也有可能是先手，哦、那就不用担心。基本上，嗯，目数、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是吧？其实都是确实是一个细棋的格局。对，白棋这两个角，这个角应该算是。这棋那黑的要不粘黑的，是不是已经还可以了？这个棋，我觉得要不粘的话。白棋有两边30目是吧？两个角大概30目。对。黑棋是这边算10目。10目棋。10目。嗯。这个地方大概15目棋。25。这个怎么算？这个怎么定？大概10目棋呗。就点10目啊。就反正我点目就这么点。就是黑的点这个角加上这个潜力就点潜力点不了，就是你只能是实木加潜力，就35，那确实还是比较接近，接近。就是你实木加潜力嘛，潜力你也判断不出来这个棋，就是黑棋大概35木加一些潜力，白棋等于30木加这个，这个应该也有些木的，白棋这里也挺厚的，肯定是有些木，你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尖的话能不能飞呢？飞这个不是白棋啊、哦，飞这个飞好像被靠断了。对，白棋我还想继续去威胁一下黑棋，还是就贴有可能，贴有可能。飞的话，他不怕这里，你重断我是吗？这里怕不怕？我不知道啊，我也有可能，那就贴吧，贴厚一点。贴厚一点，贴这棋黑的，要是脱先也，然后黑的是不是可以补在这儿？补这儿看起来不错啊，补在这儿看起来不错。嗯，主要你补在这里好像已经白棋没有什么手段了。哎，果然中了啊，中标。啊，中标！对，中标，那确实，英雄所见略同。中标，将来淡淡的尝一个黑棋也，我就联络呗，也要小心。我就联络这里，也要小心。等，那我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这个吗？不，这也不行啊，我就吃掉了。哦，这全硬住。我全硬住呢。可以。可以吧？可以。本来想挤住。对，我想挤打这。挤我可以粘。对，你可以粘。就从这边吃。对。可以。嗯。啊，那。如果能够这个联络没有问题的话，那补在这儿。补在这效率很高。对下边的这个时控是有帮助的。效率很高。那这一串好像黑棋便宜了呀。对呀、啊。那黑棋便宜了。刚才我们就在判断形势，其实这里潜力都没有点目的。对。现在看起来黑棋大概率还是能成一些空的。对。我挤一个你走什么啊，没什么用。算了。没什么用。太妙了。黑的就飞过吧，这样的黑棋下面能涨一些啊，12、15、25、30，黑的这块棋变成了30目棋，40、55，白的30加这个，也早啊，还早，还是早的，
那接下来白棋该关键这个地方该怎么去怎么扩张发挥？对，嗯，白棋是有潜力的，但是怎么把潜力给它转化为实地？嗯，挂角，冷静的挂个角。嗯，也是一步棋。嗯，大场挂角，你是不是盯我？应该盯住我吧。然后我拆一个。嗯。还是细棋、嗯、对，可能是要官子了，嗯，官子决胜负了，走一个，再飞一飞，围一围，官、嗯、子决胜负了、嗯、白棋现在靠过来，靠一个，追求一下效率。这个靠是 AI 给我们推荐的下法，嗯，就经常能看到，经常能看到。但现在靠这步棋，我觉得有点大，很大是吧？挂角。对。那总是要搬下来吧？搬下来生死不利啊！我就打了粘上呢。这个刚好用、啊。对，这我这个子这，你搬下来生死不利啊？那你靠了不搬是？他有可能没看了，他觉得种子种子有利，有可能。那我如果种子你就摘了不利，我只能退了。我只能退了，我只能退。那退黑的就可能脱先了。退的话力度差多了。对，还是那个大是吧？这个大，那个角大。嗯，这里黑棋要抢一个先抢个先手，他是连扳的。靠完一般是要连扳，应该总是得连扳。对，那黑的就打了粘上吧。黑的有必要这样在跟白棋作战吗？这样作战有便宜赚吗？这样不便宜，白的就吃，感觉黑的什么就亏了，吃给你，我这什么还能贴回来？嗯，确实。哦，那你有可能我本来也可能吃，有这个可能。他有可能这样下吗？就吃完了他推打哦，有可能吗？强行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我就那就打的时候你不敢跑了，就不跑了。其实没事，嗯，就说不要跑了，嗯，不跑也行。啊，那白棋其实他还是有想法的，有真的是有想法。我是觉得应该没看，我觉得这棋，我觉得应该是没看。第一感总觉得正子有利、对是吧？没想到这个子刚好、因为你不可能这个感觉哎，但是你说如果说白棋黑棋就真跑正子的话，被白棋打掉，那是不是亏了？啊，真有可能亏了。你在跑的时候，他贴你不好下，一贴你不能再跑了，再跑越损越多。嗯，那这里说如果拐他就连扳，对，如果打吃力。黑的只能这样冲出来，这个好像冲的有点，这个损失有点惨重、啊，有点惨重。只要你粘，你除非打上去，对，除非打上去，但打上去白的这劫材应该挺多的，这块棋你应该全是劫，嗯，应该不行，你要粘被虎了，好像比较勉强这样子，哦，贴了，哇，贴了，突然。这个紧张起来了，就看来还是觉得被打了贴了吧。本来以为是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就进入官子了。对，这个黑棋看来没有战斗还是不行，现在贴起来。哦，黑棋可能他判断他会觉得我粘的话被你吃，我不能跑，他有点不满。嗯，对。所以这时候先贴你。那白棋现在走什么呢？白棋我就拐吃呢。如果长，黑棋是吃这个的是吧？对，长吃这个。这样的话你，一步棋好像吃不干净。那我也就在长呢。也行，也行。但我觉得你拐吃好像。你说什么？哪个拐吃？你拐吃这个拐吃、啊、对。这拐吃只能粘吧。你长啊。我只能吃，就我有没有跳？打贴过来是吧？嗯，可以贴过来，直接给你一气。对，这里不能跳，这里不能跳，这里跳的话，虽然说征子不利，嗯，但是黑
来去可以给你一口干，对，这么贴贴住，嗯，再贴，这个黑棋损失惨重，嘚儿，对，跑不出来了，这个损失惨重，不能跳的话，黑的先搬一下，有可能，有可能，嗯，这但是白的这一冲，这边。这个作战，这黑的真的能好吗？嗯，哎，实战也是打吃的。我感觉黑的没有必要，这棋感觉跟白的这后势作战，这个现在太拼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王老师太拼了这一块。王明完老师，嗯嗯，这只能粘上了，嗯，只能粘上了，这一长这必然的。这个棋局好像现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了啊！嗯，现在这个实战是打吃了，现在黑棋还没有下。哦，嗯，这不粘还能走别的吗？这读秒了，可能现在利用读秒的时间多想一想。嗯嗯，每方半个小时的话，比赛是两点钟开始，可能我们也是两点开始，他可能往后面。当然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拆先什么的，然后延了几分钟，现在应该有至少有一方是进入读秒了，嗯嗯，是吧，啊，也粘上了，好长，这平白的站起来了，感觉这个黑的不是很明智，我觉得对啊，哦，不知不觉我们也有一个多小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这个一些休息的时间？啊，我确实没有，并没有。刚才也是被棋局这个内容太精彩了，吸引到了，确实，哦，嗯。现在我们要中场休息一会儿，哦，啊，好，好不好？好，一会儿回来。好。天元围棋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啊，这个棋局现在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了，这个战斗啊，嗯，在右下角打响了，现在实战白棋就是像我们说的打吃了，嗯，是吧，打吃粘然后长，然后啊，没有搬啊，搬一下确实太巨了啊，先搬一下是吧，但不搬被一搬，这基本上这两个出不去，现在搬一下是不是一个急先手，就搬一下可能能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对，当下的困难啊，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嗯，你搬完我可能我也能吃这个，搬完再拐回去是吧，我也能吃这个，你想吃我可以恰吃啊，没用是不是 啊吃这个可以这里再吃，对，这样我一搬好像也出不去啊，后世还是有用啊，也出不去，这个好一气吃了，对，那这样那这个作战黑棋可是亏了不少，嗯，刚才我们说黑棋是不能跳出去的，对，是吧，对，不能跳，让他拆这个，拆这个是威胁一下白棋，拆这个他是想要抢，就是和你做个交换吧，对，然后再守回来，你不管这里怎么吃，对，他再小飞一个，他再守回去，对，但是没想到啊，白棋不依不饶，接着打入，当作没看见。确实有可能没看见，这个黑的出不来啊。对，你跳，你跳肯定还是不行，对吧？对啊，跳还是冲了。那你猴你也出不来啊，只能猴他在跳。我就给你一气闷呢。一样是不是？我肯定没有做这个交换。对，你可能有可能有能混个打劫，但是打劫感觉再踢。对，我一样的呀，我就跟你。记住这个气等于少搬一下啊，少搬一下有没有变数，你这边可能有变数，你这边冲一个可能能形成一个打劫，冲挡住，对，再断，对，然后接上打劫，这个劫打不起啊，黑的好像黑棋很重啊，对啊，这主要这块不全是劫吗，白的，嗯，白的打劫黑的很，这个黑棋好像没有这样的，那太冒险了，
那这没有用了，那这猴不出来，猴不出来。猴不出来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近了？过分了，过分了，还是猴了吗？对，猴了，被顶住了。然后现在黑棋靠。乱了，乱了。啊，招法已乱。乱战。这个黑棋不是乱战了，已经这招法乱了。这个棋，王老师这个招法已经乱了，这个棋。这已经。现在应该是进入读秒了，是吧？这没有任何用处，你这个地方刚才他走到这儿，你没有任何借用，就是很清楚的被顶死了，这个地方就没有任何的借用，这里你全部都不是先手，就你除了贴着我走的是先手外，你这些全都是后手，这一线都是后手，全部都是后手，并没有什么借用，对，并没有任何借用。哎呦，那这个黑棋的实地损失的有点惨。嗯，不行了，这个棋恐怕是不太成了。嗯，咱们期望的弃棋局面好像要达不到了。变化太快了。嗯，主要这个地方怎么突然？其实我觉得还不如粘上呢。粘上他吃，你确实暂时跑不出来，但是你就当时黑棋不要贴，对，他味道很差，有点过分。其实就粘上，对，还早，棋局还早。这个贴感觉跟白棋这外边这么多个子去作战，有点勉强，有点拐，这全送了，这样。这个目数能够吗？黑棋十三、十五、二十五、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加这个，如果有二十目棋的话，六十目出头，黑的。嗯，白这是三十，三十，嗯，那这里涨了很多呀。对呀、啊，这里现在四十、五十，他五十好多，好几，基本上也快六十了。这样关键是你得围一个才能围出二十目棋。嗯，这个贴目有点，嗯，贴目的负担啊。嗯，六目半，六目半稍微好一点。六目半稍微好一点。现在白棋就正常收收官，其实白棋点你，点你好像你是基本上无条件。什么无条件？忍，那只能忍耐、啊，只能忍是吧？对啊，让我还要这里再便宜一下。嗯，难受，这只能拼了，拼了。你这个是要求粘先手是吧？不是，你走什么？我挡住啊！啊！哎呦，手筋真多呀！妙手妙手。我如果吃的话，这打是先手，一挖是吧？嗯。好棋，好棋，好棋！哎，这组合拳可以。那你挤的时候，那你煎的时候？煎的时候你想怎样？没办法了，这个被贴下去。这个，我这个损失也不足以弥补啊。你这个我吃到这儿，被这个挡下去，这个损失太惨重了。嗯，或者我先断一下也行，先断一下也行。嗯，好棋，就这脚上还是有点味道的。对，很薄，主要白的太厚了。嗯，白黑在这里的目数肯定是薄的。那其实是相当于先是先手了，啊，是不是？可以看，相当于这个是个先手，啊，不是先手。但是你得这有个字，对，得有这个字，嗯，得有这个字。你接的话，你太利，嗯，所以你拖断是好棋，嗯，直接拖，啊，直接拖这里，没有没有，真没有直接拖。我就说呀，这里如果
还可以考虑直接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跳一个，但不可能，刘老师不可能下这个的，就我觉得粘了。啊，对，粘一手，粘一手没少亏，这个、粘一手来，这个很明确了，马上就要间断，对，间了挖，对，但是这样我就虎一个，这一下就什么都没了，粘一个肯定是非常，这样的话脚上可能你再点是不是它要这种棋了，也不好，其实也不好杀，啊、也不见得好杀，其实。有可能粘了一点他也行，就粘先考验一下看你走什么，也有可能，那总是要还是再补吧，就是你虎还应该是要补一个，还是虎吧，再就挡住吧，就挡住吧，这种好像不行啊，你他被你责任他要挡住，好像、啊、马上挡住，对，你怎么办，要挤，他挤断。对，我要挤断你，就挡一个吧，挡一个还是有拖。他尖，这样活其实还好，他这样活。他可以切，他不是可以拖吗？拖，那我搬里边了。我再退。你退，我就走出呗。没辙呀、啊，没招啊。嗯。能这样已经算是行了，黑棋。刚才这已经。谢天谢地了，已经对啊，点了，来棋就是点三三，对，点就只能挡住了，挡住了。那如果算成这样，这样看我刚我们说的黑的二十目，现在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差不多二十目，嗯，但是黑的反正六十，白的这两块三十，三十四三十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四十二，点到这已经五十了。他如果就算拐一个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六七八五九六十，他也六十多了白的。现在多一个跳以后，这边有没有什么味道？可能还是能连上，还是能连上。嗯，但差距应该不小。这棋差距，我觉得白棋盘面。哎，将来如果是点这个呢，是什么？有没有点这个棋？犀利啊，犀利，但是他想联络你，可能还是分断不了吧。我比如说我傻傻的走一个，傻傻的走一个，可能白棋你能吃两个，对，可能吃这两个占点便宜是吧？比如我打这个贴过来，对，你能吃两个，可能应该是有些手段，应该有些手段，就是这里白棋黑棋联络没那么。完整、嗯、对，啊、哦，实战就是这样子的啊。嗯，点完了一拖，对，这没办法，这是黑的。看来这是职业棋手的基本功是吧？啊、哦，对，这是没办法。只不过刚才可能会将黑棋直接，这应该长吧？嗯嗯，拖完应该是长的。还是进入了官子。是吧？还是进入，但是不气，但差距不像上一届、那么半目胜负了。嗯，盘面白棋应该还可，白棋要好一点感觉。盘面白棋可能好一点。嗯，这没办法，这黑的总是夹着手，粘没有被搬粘一下还亏了，还不如加一个。主要这白棋目数挺主要太多了，他这将来飞一飞打一打，他含的很多目数都是隐藏的，嗯，就是隐藏关卡，包括这种一飞他这个顶还是先手，你下也下不来，就他这将来飞一下，这一飞可能就涨了差不多十目棋、哦、这些都是没有点在我们的目数当中的，对，有很多虚目啊，对，粘上粘上是不可能便宜的，粘上什么意思？他觉得你搬粘搬不到是吧？将来就是冲，你是搬这个一路搬粘不是你的，不冲我退啊，那不还是有搬吗？搬就铺就齐、啊、嗯，铺了拐，嗯，不会便宜粘上，就说这里将来可以看作是黑棋冲白棋长，对对，嗯，
这里就是再冲白棋挡住，嗯，这里以后收官白棋搬的时候是要先铺一个，铺一下便宜吗？不铺吗？铺不见得便宜。那你直接怎么挡住？直接打着收，而且其实直接打着收的。不是你铺了，主要是现在你得走这个吧？嗯，他现在他这个虎有价值，你铺完你有大伸腿，哦，虎对这边的有价值，大伸腿变后手了。嗯，哦。主要是虎和这边的官子有一些联系。对，嗯，你这个地方你是便宜了一点。我要马上不会马上这么走吗？肯定是这里定型之后。那你定型，我不是我就虎在这儿了吗？你大伸腿完了，我白棋不就虎在这儿了？嗯。所以这棋不是肯定亏了吗？这个粘上，肯定不能便宜。大伸腿肯定是。白棋立一个吧，对，立了。嗯，立没办法，黑的只能挡住。没挡，他现在冲。不挡，不挡不对呀。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点？死活没问题，但是我打拔可能是先手。可能要被搜刮。就是我飞两下之后打拔先手，这太大了。嗯，这个本身如果是这样，就算成这样的话，本来算成这样的话，如果算这边没起，嗯。黑的现在一目棋，白的两目棋，对吧？我一挡，黑的四目，白的没目，嗯，就本身已经是逆收五目的官子了，这个地方，嗯，那我如果再变成打拔先手，我这个打拔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先手八目，这等于是先手十几目，啊，白棋还是很机敏的，这个对，这个刘昌赫老师。王文老师很敏锐，还是粘的时候他就想冲一下，因为他觉得粘好像亏了，所以想。但其实这个冲什么时候都能冲到啊？嗯，不着急啊。对，是吧？对，这个冲其实你这个总是这个还是黑棋的权利吧？对，但是读秒哦，可能还是读秒，对，读秒的时候，嗯，有的时候冲一下也是一个打将。对，嗯。他总就是，他就觉得被白棋立了，他不舒服嘛，嗯，他不想跟着硬，嗯，也是职业棋手的本能啊，嗯，就是总是不想跟着对手来硬。对，交换之后再挡住，也行，已经便宜了是吧？已经便宜了，比你直接被黑，嗯，比黑棋直接单挡已经便宜了。他至少已经走了一个先手五目，对，你将来再走只能吃在这儿，对，你吃在这儿你亏两目棋啊，嗯，我就冲一下你已经亏两目棋了，对，现在黑的应该只能粘上了这棋，现在飞这个，飞的意思就彻底不让上面就不准备再下了，本来不是还有打劫吗？不飞的话，你白棋是硬哪个？尖，我肯定是尖。你尖这个。嗯。这样上面你再拐出来的时候，这两下交换，我帮白棋补棋是吧？对，但是可能王明老师觉得，反正也不能打劫，就当做跑不了了。但当做跑不了，是不是太惨了？这个地方，哎呀，太惨了。哎，当做跑不了，这两下交换也是很损。对，也不便宜。没有，现在刺一个，嗯，打将，这次应该也是打将。嗯，其实白棋你看这里他也有目，就是对含了一些暗目。对，他这棋白的主要厚。现在这个收速对黑棋来说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嗯。嗯，看到王明白老师怎么在微笑啊，神秘的微笑，神秘的微笑，可能觉得这个棋，觉得这个棋可能不行了，想怎么又是亚军，是不是？对，那怎么就输了呢？这连续两次亚军啊，这个这么巧吗？事不过三，同样的剧情又一次上演了。我事不过三，也许下一次。王明白老师也是这个围棋世家呀。哦。他你看王明婉，然后就是他的两个弟弟郑明煌和郑明棋也都是职业棋手。
哇，你这消息这么厉害的？什么消息这么厉害？这不是公开的信息吗？是吗？这不地球人都知道吗？那完了，那我已经不是地球上的，这个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哦，还有妹妹，还有他的妹妹也是业余高手。不是，那为什么王明老师姓王呢？对，这就是有故事呀。啊，故事你也知道，故事没有的，这也不是什么神，也不是秘密的故事啊，就是好像是当时他是跟那母亲母方的姓啊，可能是什么过继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啊、有这些原因啊，就是母方姓，母方姓，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对，你知道有一个叫百度的度娘的一个神奇的工具吗？我是真不知，怎么真的在笑哎，王老师。对呀、啊，我刚才看着好像是王老师在笑。王老师给维基天地写专栏也写了我觉得有5年之久了吧、就是每期的文章都很精彩，在笑、对，每期文章都很精彩，他真的是很有思想很有深度的这个棋手、神秘的微笑、在棋手当中也是这个有很多社会角色、就参与过很多社会的活动。退了一个，没有应你，还想走完打靶、猴在这儿吃，啊，这个地方黑的只剩5目棋了，这个地方黑的只有5目棋了，这个搜刮的比较惨啊。你想刚才你如果挡住了黑的10目、白的没目，现在白棋3目半，黑的5目棋，就黑的比白的只多了1目半、那就是至少也是逆收8目这个地方。对，这里应该可能白棋又得分了，是吧？得分了，逆收8目在这个时候肯定非常非常大呀、就这个棋你找出来一个后手8目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找。现在一些没有定型的地方可能就中府，中央这一带没有定型，对，也主要就是中府了。但白棋它没有危险，它只要它连，它飞一个就连上了。对，它没危险就行，它中府要不要控好像问题不大。刚才我们点控的时候，这中间是没有怎么点的。对，没有怎么点，对，坚住。刘昌浩老师这个棋还是熟，还是熟。我觉得就是元老比赛和他们当年就是达到的高度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吗？我怎么他们不都他们高度都挺高的，都很高呀，对吧？啊，那就是很哦，那话确实也不能这么说，都很高了，那怎么比呢？对呀、啊，他们都很高了，是，那就还是好胜负吧。就还是他们棋熟，我觉得他们就是老下棋，所以我也觉得咱们中国是不是也不搞一个那个元老和女子的、重新的推荐一下，重新的推荐一下。不过你要平心而论，确实日韩的这个就是元老棋手，他们的参赛机会更多一些啊，就他们要能可以参加的比赛啊。对，日本不用说了，日本真的是只要你愿意下，你可以一直下下去。多少岁都可以下，像半决赛当中王明婉老师赢的小林光一九段嘛。我看到新闻说小林光一九段现在每天3点起床用 AI 摆棋摆4-5个小时。下午3点。早上3点。早上3点。凌晨3点，对。年纪大了嘛，睡不着嘛，早睡早起。3点钟他觉得那会儿就是精神比较的集中也比较清楚。就到现在他觉得很有乐趣用 AI 在研究。是不是给了你很多的信息？我行，我别下午3点起来就行了。我觉得状态是不一样的啊。确实，确实。爬了一个，但也很有意思。你像小林光一老师，他是认为 AI 是良师益友，他感觉哈啊，觉得像一个礼物一样的啊。但是呢，好像就是这也有另外的声音，就是说，就其他棋手也认为就觉得哎呀，这个太不好了，就是 AI 不太好，对，就出现了太不好了啊？为什么呢？就两种意见嘛，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那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啊。就是围棋少了很多的人类的乐趣，对，思想，应该是这个可能。嗯，包括赵志勋老师好像就认为 AI 出来，他就哎呀不好玩了。啊、这个下棋就没那么好玩了。下棋没那么好玩了。嗯、靠，兼了靠一个收官也是非常的犀利。对。确实，确实，你要是这棋，如果是，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下这儿。翻下来是吧？对吧？但是可能就会就出问题了，感觉有点乱了。就是、这代气，但是就是这种棋应该是就是比如说元老前辈们是其实是很容易有可能犯的这种问题的。嗯、就如果是这样下，黑的尖先生走，然后这是就拐出来，然后你还是如果这样走的话。他粘上，已经感觉是一丝凉意 了。对，就一般出棋了，完了，出棋了，就很有可能，其实很有可能，但是就很敏锐，这个地方就很敏锐。嗯。不过说实话，这个棋就是大伸腿的时候啊，嗯，直接扳住的棋，我每次下我都是有点紧张。每次下都我每次下都有点紧张、哦，我总觉得我特别怕别人翻吃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只能扳吃扳啊。对，因为你要靠了长，就是如果说他长进来，你目数亏了。所以我每次扳的时候，我都其实是都是要稍微要计算一下，就他能不能打进去啊、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棋一旦打进去，多拔一个子好像就有很多活力了啊、哦，就挺担心的。对。但现在这个情况下，现在他不担心黑的长，嗯。不担心长，因为你长完之后，它可以虎在这儿，嗯，它可以虎在这儿，只要这个虎有价值，所以说它没关系，嗯。七。但是你说它就算长的话，它虎它是打哪个？打上面，上面再跑。你再跑，那我打吃。我再跑，那你变后手了。哦。等于是给你，等于你走一个逆收官子，大概逆收了个三四目棋不大。对对对，嗯，你变后手，主要是落了后手，嗯，目数是黑棋便宜一点，那是一个先后手的问题。对，就是你走了一个逆收官子嘛。对，嗯，拐出来了，好，这个地方应该是黑棋唯一的机会了，胜负手。嗯，如果还是打劫的话。如果还是打劫的话，可能黑棋也不行，也是没劫踩黑的。嗯，其实白的还是刚才那样走也行，还是刚才那样走应该也行。嗯，他是虎住的，虎住也行啊，有可能。虎住是不是没有劫了呢？拐再搬？不是，他不见得搬吗？他是不是啊？就哦，鲸吞了就对。要什么劫呀、啊？是吧？对，全部就吃掉了。嗯，现在已经不没有牵扯到什么比气的问题了。嗯，你打我反打题就打过来，打出打了粘上，没有用。对，啊、哦，拐了，果然是。他就不给你打劫了，直接就是鲸吞了。啊、这刘昌赫九段就状态很好，我觉得状态很好、啊，是吧？他就是下得好，其实就是下得好。嗯。那这个地方叫决胜负了。嗯，这个地方反正 是嗯，我估计王刚老师也知道这棋只能拐出来了。对，胜负手。对，不管反正肯定也不够了。只是还不能粘被贴了。只能先这地方找找头去。打一打吃。看一看，反正就唬住。那你当时如果没走这些的话，是不是还有点？没走这些，可能白的就贴了，就不敢走这儿了。对，嗯。
啊，还是黑棋危险啊？对，很危险。很危险。嗯。嗯，但是拐在这个打湿了。不行，黑棋不行，黑棋大概率是不行的。嗯，白棋太厚了，太厚了。我估计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嗯、是不是？没有变化，基本没有什么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里如果黑棋没有不能出棋的话，这个也是损失很多的，嗯、损失很大的。不过这地方没有办法，就是也不是说王老他看不见，嗯、就是拼一下了，拼一下，对，因为。正常如果经常进行也可能也是要稍差的，正常进行差不少，正常进行盘面都不够了，是吧？嗯，盘面都不够，嗯，就本来都不够，官子又亏了，对，嗯，本来都不够，官子还亏了。王老师现在也是在调整一下心情，还在笑吗？我现在，我现在这个屏幕离我比较远，我看起来是有点。哦就我们现在这个形势也不错啊，能够看到两位对局者的神态。现在上面的这个刘昌赫老师是比较淡定的，淡定对，胜券在握、嗯、是吧？嗯，这个第一攻击手的状态感觉又找回来了。确实，当年他拿了六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把这个就是他就相当于个大满贯了。就后，因为后来刘昌赫老师拿到过六个世界冠军。对啊，六个。你又是第一次听到。就正常的这种世界比赛的冠军。哪个世界比赛是不正常的？你想，他富士通杯、应氏杯，对吧？LG 杯、春兰杯，啊，一共六个。可能有一项还拿过两次，这么厉害的？你是太年轻了吗？我真的是，确实是，嗯，六个，哦、太厉害了。要不当时为什么叫做这个第一攻击手呢？哦、啊，而且刘昌老师当时是从业余棋手，等于业余棋手来转型成为职业棋手，其实他当时是韩国的业余天王。然后转成这个职业棋手之后依然非常厉害。转成职业棋手，对，就是他之前是一个就是有点业余强豪的身份。哦、嗯、这么神奇。对，这是当年的韩国四大天王啊。哦，都很强。打这个跑。嗯，打吃那只能踢啊。棋，嗯，只能提再打吃，接住就行了吧。做这个贴一下，嗯，虎，嗯，有没有什么气我就常管了，比气这个气你管一个就逆转了。你管我冲，然后你好开心啊。然后我就你两气我三气，马上就起立了，哭了。你不知道，你接上或者搬好像都行。嗯。搬它冲，你扑这个，你不能断，断被它粘上，你又。我又粘，我就起立了。对，又起立了，只能扑，扑完断。这样黑的，这样黑的不够，气不够。这样黑的气不够，或者白的直接粘上是不是也行？直接粘上白黑棋是不是连不回来？但确实，我们晚上是已经找到了，我觉得最有最多的方法了，对，对，但好像也回不来，回不来，差一点点，嗯，差一点，连不上，嗯。但是已经找到最好方法了，这个看看，万一刘昌浩老师跟王卫老师，你这个走哪儿拐一个呢？
万一呢？不能够，我这太这个太无脑了。有这种可能，对，有这种可能，不铺这个，蘸这个，对，这个勺子有可能，就是吓晕了的话，对，但好像从收数来看，好像刘昌和老师好像，其实这盘棋质量还挺高的，是吧？挺高的，嗯嗯。挺高的，或者现在白的不冲，也有勺子的可能，也有捡勺子的可能。比如说觉得直接粘上，他也回不去，回得去吗？王老师又来考我。我觉得考你可有意思了。哎呀，实战所压力好大，压力好大。黑的回得去吗？可以拐吗？是拐吗？好像不是拐，就拐呢。然后回去一半行不行？你不全回去了吗？你跳一个。我不都死，我不死了吗？被你吃了吗？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两气。嗯，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强。还能看到家是吧？考不住你，考不住你。考不住你，太紧张了。哎呀，有一种高考的感觉。现在马上要中考了吧？这两天 对，过几天中考了。嗯，我还是搬了。嗯，哎，那就看这一下了。对，这个气一定要紧住。嗯，这一定要紧住。就是冲的时候看这一下了，如果扑，那就想看看两位老师的表情。刘昌和老师还是很淡定啊，嗯，是吧？尽在掌握的感觉，对，胸有成竹。就这里这几期还是、嗯、啊，是吧？嗯，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你想，刘昌和老师是56岁，是吧？56岁，其实当年56岁，好像是不是还这个年龄还是能拿冠军的年龄？都不算远了，像藤泽秀行老师拿在日本拿头衔的时候，肯定都60几岁了。啊、嗯，从这个棋的质量来看，拿冠军也实至名归啊。嗯，质量很高。嗯。冲一个，白棋味道最好的应该就是。虎柱，你猜刘老师会虎吗？猜他会虎吗？哪个？虎这个？应该会吧？不会。哎，不会，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还差一气，应该差一气。我没看这边的，没有看这边的笔气。嗯。嗯，哎，这样不对呀，这棋不对呀。一二，我怎么觉得有变数啊？有变数吗？不，这棋虎没有变数，虎的话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走这儿的话，反打，我有没有可能？哎，这棋。你应该不能提，晕了，我觉得已经提。如果提的话，你提被我一提，嗯，然后你就你这地方的气紧不住了。就这里本来黑气是两气，对吧？对，就这里不能让黑气变成三气了。三气，对，嗯，因为跟这边杀气有关。嗯、是，那你只能粘啊，粘我就打下去，你就真的就那你走这个的话，这样已经三气了，他一冲已经一，哎，打结了，已经三气了。嗯，你打车我提在这儿打结了。那你打的时候，打你只能粘上，只能粘。对，然后我吃、嗯、吃这个，嗯，我吃你提了，我就算了，提这个，你算了，对，你可以算了，我只能算了，你可以算了，嗯，我肯定这点空我不要了，是吧？哎，那我
不对啊，那我粘上呢？嗯，你可以粘这个。不是，我粘这个。不是，我粘这个被你扑死了。我先粘上面。那我只能走。那你走这外边也行，也行，也行。你再粘。我粘你收起，你可以收这个。也，但是。也要小心呀，是吧？对。就虎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虎的话黑的还是两口气。我看啊，它实战是断的，实战是断的，实战是断的，对。嗯，现在已经进入读秒了，这个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考验算路啊。啊，长长准确度，长实战，这白棋粘，这是不是已经没什么变化了？这没变化，这个比较清楚，这比较清楚。黑棋只有你就粘我扳住，对，两口气，三口气，三气，三气。你如果拐，他就收气就行。哦，收这个，收这个，不行了，应该可能马上就要。你看上面的这个刘昌和老师一直稳如泰山啊。这不像是当初那个时候难受的时候的那个表情了，完全是两个表情、就是、对，开局的时候开局的时候这一代是吧，对，这一代其实是黑棋觉得有点别扭的。粘上，扳住，拐，哦，提了，提了也行，提了也可以，提了也提了也是快一气，让他直接紧气也可以，直接提也可以，对，白棋黑棋只有三气，没有什么变化，这可能现在棋局随时都可以，都可能会结束了。对，其实可能这一代比想象中还是乱一点，是吧？就王明老师下的已经比较那个什么了，就是已经找了很多的机会，对，这里但还是差一些，还是差一些，又笑了，王老师又笑了，又很开心的笑了，这个棋，就哎呀，还是没出棋呀、啊，对，他说哎呀，他还是那么不好对付，过了一年还是那么不好对付，反正然后明年下的时候。他怎么还是不好对付？如果明年还能再两个人再进决赛，已经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是吧？不很难，很难这个。但是说实话，这盘棋质量还是很高，对对对，就是说明就是对两位老师状态还是是的，非常不错，是的是的。这个棋也是少见，在这样的比赛中，两位棋手连续两届进决赛啊，真的是吧？还是真的很多巧合的。哎，离席了，是结束了吗？还是去找裁判了？找裁判，找裁判是什么意思？不能认输吗？还是？但刘昌浩老师还没，并没有结束的那个表情。他一直在端坐，是吧？端坐在棋盘前。是在确认结果吗？不过离席有可能去卫生间，也是允许的，对吧？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吧？如果没有去过，应该可以，对，肯定是可以的。对对对。那王明老师应该是在结束之前先去卫生间，这个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心态。上面应该是完，应该是结束了，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刚才看到有媒体有记者啊，出结果了啊，那应该就已经出结果了啊，就是提到这里的时候是吧？对。提到这里的时候，确实黑棋呢，已经第154手，就是孙悟空也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是吧？这一代是的，这里呢，因为
中间这一代呢损失过于惨重，所以接下去也没有什么争胜负的可能性了。对对啊，其实这里黑棋已经是在绞尽脑汁在想一些办法了。对对。但是白棋确实应对无误。应对无误。嗯，这里下得非常的准确。嗯啊，最终呢这盘棋是刘昌赫九段之白中盘战胜了王明满九段。对。第二次获得了这个元老赛的冠军。冠军。哎，再次也是祝贺这位刘昌赫九段，不老战神啊！不老战神，哎，你这词说得好。嗯、这棋下的真的是好人。对，嗯，当然王明满老师也很强了，嗯、连续两届进入决赛。是。那么本届这个1004岛新安国际元老围棋大赛也就落下帷幕了。那么冠军是刘昌赫老师、嗯、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也就讲解到这里，感谢王浩洋老师、周飞岩博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盘这个就有情怀而且质量很高的棋局、确实、很有意思、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